是你们的大王美猴王，我回来了！大王，大王！大王，你要我们回给冰川呢？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们就要被妖怪给赶尽杀绝了呀！大王，我的小小曾孙子都被抓走了，连洞府也要被抢占了。妖怪，欺我子孙，占我洞府。我一定要报仇。Thank you.
凡叫牛魔王，两位仙女请了。什么仙女呀、啊？我们呀也是这七十二路妖王之一。我是青雕魔王，他是白鹏魔王。哎，可怎么看着没见半点精怪模样，比人还像人呢？我们姐妹自是有一番过人的造化，早就已经脱了兽形成了人样，只要好好修炼，他日一定长生不老，得道成仙。哦，你们得到了。你们得到了。哎呀，俺老牛特来拜见美猴王。不敢不敢，看年貌，牛大哥才是前辈呢。啊，年貌算不得什么，本事上高低方见真章。你打败到处欺负人的混世魔王，除掉大害，我等俱是佩服不已啊。所以我带了猕猴王、鱼龙王、狮驼王，你们一起上来叩见。叩见美猴王。高林，有礼，美猴王有礼了。不止我们几个丑八怪来了，还有两位天仙式的女妖王，他们也来了。哎呀，好啦，瞧你看的，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。怎么，你能海外求仙，我们也能有那神奇造化，吃到千年人参果、万年雪山莲，都化成人形了。美猴王，这两位天仙般的姑娘，一位是青雕女王，一位是白鹏女王。原来是鸟姐姐、蛇姐姐。什么鸟姐姐、蛇姐姐的？你看我们现在的样子，还像水里游的、天上飞的东西吗？就是啊，我们都已经有了人名了。他叫青灵，我叫白鹏。哦，原来是鹏姐姐、青姐姐。岂敢岂敢，牛魔王啊，还不快把我等的来意告诉他？自大王归来，花果山威名远震。我等仰慕大王的威名，特来与大王拜为兄弟，不知、我正有此意，我正有此意，咱们现在马上结拜。齐王就是生死兄弟。对，咱们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对，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来，干！干！青姐姐，你觉得有何不妥呀？大王虽有真本事，但世人皆以貌取人。瞧瞧你这身装扮，还有手上的家伙，没得叫人一眼看去就高下立见了。哎呀，披挂跟武器算不得什么，本领高强才见高低啊！啊，七爷说的对。我这副模样不像是你等的兄弟。大王是天生不凡的先生，自是不该用这等平凡的东西。若要想弄件趁手的兵器，却也不难，但不知大王水里可去的。我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，上天有路，入地有门，水里如何去不得。那好，据我勘察地势所知，你那水帘洞下的流水直通龙宫，龙王那里好像有很多兵器，你去同他要一件称心称手的，岂不方便？嗯，有理。走了。
竟敢擅闯龙宫。你是什么人，胆敢拦我的去路？哼，俺乃巡海夜叉师爷。我乃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孙悟空。和你们老龙王是近邻，还不快去通报孙悟空。上仙在此等候，小的这就去禀报。上仙这边请。这边不知上仙去驾我龙宫何事啊？我今日教演兵马，看守洞府，无奈何没有趁手的兵刃，就闻老龙王富甲四方，多冒昧，来借求一件如何？把九儿大环刀取来。是啊，快快快！我老孙不使刀。报到位，山地士，把无敌九股钢叉起来。是，是，快点，快是3600斤呢、啊，太轻，换一件，再换一件，这还轻啊！你们把7200斤的化杆方天戟给我抬来，快去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去呀、啊！少卿啊，请你试试这化杆方天戟。我这宫里就这几岁重了，再没有比这更重的兵器了。对对，哎，老龙王，俗话说，你的东西多的都没地儿堆了，借我件小小的兵器，老邻居，干嘛那么小气呢？哎呦，上仙呐、啊，我这里实在是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观看此人，真是非同小可。这几日，在我大海中央的那根铁神针。霞光艳艳，锐气腾腾，敢莫是该出现遭遇此猴？那是大禹治水时钉在江河湖海的一个钉子，虽说是神铁，那有什么用啊？大王啊，就别管他有用没用，他不是嫌我们的兵器轻吗？那么我们让他去拿，他若是拿得动就送给他，他要是拿不动，那就怨不得我们了啊！
上仙呐，上仙，我们又为你找到了一件兵器。在哪儿呢？快拿来我看呢。哎呦，拿不动，去上仙亲自去看一看。上仙请。上仙请。快走啊，快走啊。上仙请。上仙请看，就是此物。上仙呐，是否注意啊？老龙啊，这东西也忒粗忒长了吧？要是能细点短点就好了。再短点，再细点，短点，细点，短点，小，再小，再小。哎呦，肯定还是真的。小小，哎呀，原来这个宝贝叫如意金箍棒啊。趁手兵器，一时得意忘形了。不敢不敢。老龙王，你好人做到底。你看我老孙如今有了趁手的兵器，可是还没有一副披挂。你就再送我一副吧。可我这是真没有啊。没有，我就不离开这水晶宫。上仙呐，你还是到其他的地方看看，或许能够找到啊。不，走三家不如做一家。我只求一副。上仙呐，我这是真的没有啊。哼，好话说了3600，你若再不给我，不通情理就让你尝尝如意金箍棒的威力。上仙住手，手下留情啊。我想想，看看我舍弟那里有没有吧。令弟，令弟何在？他们是南海龙王敖钦、北海龙王敖顺、西海龙王敖润呢。我哪有功夫去那么远的地儿啊？不凡上前前往，我这儿有金钟铁骨，凡有要事，擂鼓撞钟，他们顷刻就到了。北海龙王送的一双藕丝步云履，西海龙王送的一副锁子黄金甲，还有南海龙王送的一顶凤翅紫金冠。哎呀，太有威力了！不错，不错，老邻居，那就多谢了。哎呦，不谢不谢不谢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告辞。哎，好好，您慢走，您走，慢走啊，慢走。三位兄弟，你们随我到天庭上去揍他一本。
那可不，佛靠金装，银靠衣装，你现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美猴王了。爷爷手里这件兵器倒有特殊，可以给我玩玩吗？给你玩，好。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，就这么个棒子怎么这么沉呢？闪开！我们祝贺超凡入圣的美猴王纵横天下，举世无敌。祝美猴王长生不死，寿与天齐。寿与天齐。今阳寿已到，我二人领批前来勾你。胡说，我老孙早已是长生不老之身，早就不归那阎王爷管了。喂，为何趁我酒醉把我勾到这儿来啊？阎王让你三经死，岂能留你到五经？给我走走。不许你们带，自己找阎王爷问个清楚。大王，不好了，外边有一个毛脸雷公打进来了。什么？
上仙留名，上仙留名。你这个阎王老子，既然不认得我，为何差人勾我？上仙到底是何方神圣？留下姓名，我也好查明事端。你听好了，我乃花果山水帘洞天生圣人孙悟空，修仙聊道，御天奇兽，早已超生三界外，跳出五行中。哼，你这个阎王老子为何差人勾我？上仙息怒，上仙息怒，普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，也许是勾错了人。如此说来，生死簿拿来我看。快快快！上仙，您看，拿来了，您看看。什么乱七八糟的本子，我看不懂。快点叫他们给我查，查出有没有我的名字，听见没有？快点给我查呀！快点给我查！好，快快快快查！查到了，孙悟空在这儿，圣女花果山。阎王爷是怎么当的？明知俺老孙与长生不老与天齐寿，怎么这生死簿上还有我的名字啊？上仙此言差矣，有生就有死，此乃天道循环，倘若世人长生不死，世上岂不是人满为患了？住口！我知道这人世间只要修仙成道，就可以与天同寿，所以我老孙才受尽千辛万苦，九死一生去寻仙得道，怎么到你这儿倒不算了、上仙知道天地也有时寿，时寿怎么能有长生不老之理呀、那你告诉我，天什么时候尽，地什么时候尽，是一起尽还是天先尽地先尽啊？说说说说这你也不知道、我看你就是个糊涂蛋。本王只知道按天道办事，天道在此，我也是无法改变的呀。天道那谁说的算？你告诉我，我去找他，问问他俺老孙要与天地同寿，问谁？本王也不知道是谁说了才算呢。哼，既然没人说了算，那就是我说的算。我不管他寿数多少，拿笔划了不就结了？啊！走开！拿笔来！孙悟空的名字在哪儿呢？给我找出来！快让他们把所有姓孙的猴子全都给我找出来！如果你将所有的猴类都一笔勾掉，我岂不是犯了天条，丢了饭碗吗？去！你们快点给我查！你们快点给我查呀！是，快查快查！被尿的姓孙的猴子都在这儿，都在这儿了，在，都在。去！我老孙以后再也不归阎王爷管了。大王，你醒了。大王，你到底喝了多少酒啊？是啊，从太阳正午一直睡到太阳偏西。
做了一梦，梦见两个勾魂鬼将我勾到地府之中。我梦见俺老孙大闹了阎罗殿，将尔等的名字全都一笔划掉，以后你们再也不归阎王爷管了。这么说这么活泼也永远不会死了，也跟大王一样寿与天齐了。这么说我老花也不用死了。对对对对，以后你们再也不会死了，想活多久就活多久。不死了，不死了，不死了。启禀玉帝，花果山天生一狮吼，不知何处得到，闯我东海欺辱小龙，强索盔甲，夺走我镇海之宝定海神针，且请天兵下界收此妖孽，使我海月清明，下界安泰。真明白了，阎罗王，那石猴又如何欺压了尔等？禀玉帝，那妖猴寿命已尽，臣差人拘他，可他逞强行凶，不服拘唤，大闹了地府，杀死数名鬼差，强销了他花果山所有猴群的名号，臣恳请陛下派天兵擒拿妖猴，整理阴阳，永安地府。不知哪路神将愿下界收服此妖？且慢，陛下，以微臣所见，何不降旨招安，把他宣来上界，授他一个小小的官职？他若听受天命，则而后再升赏。若为天命，则就地擒拿，一则无需劳师动众，二则也彰显陛下天恩浩大。有理啊，就依太白金星所奏。这个陛下，这万万陛下。我看你除了脸孔和一身金毛，其实有八九分像人了。哼，当然也没什么了不起呀、啊。我没有看清二位姐姐的意思、啊。你别急，我懂。我姐妹虽得了人形，但不过是一副漂亮的皮囊，法力神通却没有多大的长进，否则也由不得那个混世魔王那样到处撒野。你灭了他，可是为天地间除害呢、啊。我说的也不关法术神通，我是发现当人比当禽兽还不自在快乐呢。可是我看你现在也不快乐。我是在想，如果猴父猴母还活着，我就在生死簿上把他们一笔全勾了，那该多好啊。你虽然没有父母，可你有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啊。说得对，说得对，你看咱们都这么熟了，我都管你叫翩翩姐了，你也别叫我大王了，就叫我石猴子吧。你不是有名字吗？我叫你悟空行吗？好好好，随你随你，叫悟空叫猴子随你便。兄弟兄弟啊，那天上来了个老头子，好像叫什么太白金星。太白金星。老汉特奉谕旨前来招安，请美猴王到天庭任职。天庭倒是让我到天上当大官。正是。恭喜大王要位列仙班了。当神仙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
神仙。猴子，你真的要去啊？你也不想一想，你先是到龙宫要了一堆宝贝，又去阎王爷那儿当了个齐整，这会儿八成都已经告到天庭上去了。天庭突然让你上去，哪会有什么好事儿？凭兄弟你一身本领，还怕什么？就是，他们要是敢欺负我，我就把天庭拆得个稀巴烂。虽然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可是你也不用把别人的心意全往坏处想啊。偏偏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这猴子一旦上了天庭，那可要位列仙班了。别忘了，咱们虽然不是魔王，那也是妖王，那可就神魔两位了。悟空，你过来。悟空，你听我说，千万不能去。不管他们的心意是好意还是坏意，但是只要你去了，我们就不可能想见你就见你了。偏偏姐，你放心，等我到天上安顿好，马上就回来接你们啊！爷爷，我会想你的，怎么办？小小乖，爷爷到天上玩，不好玩就马上回来找你们，找你们。爷爷到天上玩去了啊！站住！你是何人？闲杂人不得擅入天门。我是何人？哼，我还要问你是什么人呢？我是守门的增长天王。那我是玉皇大帝请来的，怎么，你敢挡路吗？大王，住手住手！哎呀，且慢且慢且慢！哼，你这老头如何骗我？你说奉玉帝招安旨意前来请我，怎么会有这些人在门口拦我不让我进去？大王息怒，大王息怒，你从未到过天庭，手上有没有玉旨为凭？众天丁与你素不相识，他怎肯放你擅入？等如今见了玉帝，受了仙禄，住了官名，以后随你出入，谁还敢挡你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进个门都这么费劲，不去了。哎呦，大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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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随你一同进去。不去了。我随你一同进去。启禀陛下，臣临圣旨，宣妖仙到了。就是你呀、就是我，我就是老孙。有何吩咐你呀？见了玉帝，怎么不下拜参见，还敢说这些话？你是什么人？陛下，妖猴不礼不拜，还出言无状，请陛下降旨。孙悟空乃下界妖仙，初得人身，不知朝礼，姑且恕罪，还不快谢恩！呸！谢恩呐！谢了。胡去星君，臣在。天庭哪处有缺可补啊？回陛下，天宫里各殿各处都不少官，只是御马监少一个正堂管事。好。那就封他做个弼马温吧。弼马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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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了谢了，弼马温，弼马温。弼马监。